也分享自己的想法。好，我今年刚考上一张学，那我对这一题也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关心，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我觉得像今年学运啊，今年到现在，我会深深感觉台湾现在很欠缺一个专业的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。对，从什么服贸啦，或是核四啊，我觉得立委们充其量是说公听会，可是我觉得公听会并不能够让大众了解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也许可以趁这个时候创造一个政策平台，也许我们可以让我们想法，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一些，先邀请一些媒体，比如说中天或什么，或是公司，然后创造这个平台以后，然后去邀请两方不同政策的人一起上来辩论，那把这个广告做出去，我相信不管辩论的结果是什么，我觉得也许可以增加一些让大家关注的这种专业的气氛，这是我的建议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场的伙伴想要说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就是行动这样子。我想要问孙先生的是哪一位，就是因为以现今的状况来讲，非常有可能在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他就硬是要过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心理师们或是心理师工会有没有考虑罢工？